大百地大捷后，红四军经宁都开赴吉安东固。早在1928年4月，东固一带便形成一块较为稳固的红色割据区域，被陈毅称为东井冈。在东固，红四军将士一连休整了8天，对早已疲惫不堪的红四军来说，这是极其宝贵的休养和补充。毛泽东后来曾多次提到，他一生忘不了3个地方：井冈山、东固和延安。